2000块社福基金，感谢，谢谢，谢谢。现在请我们的林创会长特别介绍我们耕华会五任会长啊。台北市耕华会哦，我拄啊比较敬酒哦，一年五任的会长方教委，第十三任啊，第十三届。那个陈慧姐也是13届、14届会长哈，李秀娥哈，15届郑春梅会姐主席夫人哈，还16届阿田林哈周会长给他了，林会长，还有阿林17届哈，林爱桃温秀莲哈，我明天就拜来我们会长，啊，太有面子了，感谢。赞！因为跟华会出位杨金马，可以接下来。我来代表企业，今天代表企业中，太棒！啊，跟华会啊，主创会杨金马哦。今天三个会长，来五个会长。我来五副的是五副临门。五福临门，五虎将啊！哎，五福临门，看得出来，这不简单的，这是。哎，理事长，这小伙子，啊，阿弟我还跟进嘴呢。对啊，今天安排。